那我们刚刚的部队已经回城了，我们可以再度出征了。这次呢，我们呢要进行三家的大会战了。不对，应该是四家才对。向南家、甘富家，还有伊东家跟我们大友家，哇靠，四家混战。当他攻下城池以后呢，甘富家的一万大军呢已经攻到城下了，笑死，不强真是哎。然后左土原城已被包围，又要再沦陷了。短短一个月内，左土原城沦陷两次。哦，没有，是三次。等一下又会再被我拿下，太好笑了。而且我这样打还可以吸他们伤兵的，等于我完全不用募兵，兵力就自然多了，都吸你们的伤兵就饱。好，又拿下左土原了。